来，欢迎《姐的时代》里面两位姐钟瑶、潘慧茹，还有跟姐谈恋爱的小鲜肉吴思贤，欢迎三位。继2017东京电视展后，三立周五华剧《姐的时代》即将进军香港国际影视展，再度为台湾争光。我每一步都还在学习，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样，经验不多，那只希望每一步我都能获得一些东西，然后好慢慢好好的累积，好好的成长，然后每一次都尽全力去做到我能做到最好的。最新一集收视出炉，在25岁到39岁的女性族群拿下破二的好成绩，全靠这精彩的一吻。有别于以往偶像剧，这次女主角钟瑶是主动献吻。她透露，在这个年代不一定要男生主动，姐的主动更能展现他们的勇气。普通啦，就第一名而已嘛。哦，不是，对，就 OK， 不错，创新高，对，算是我们开播以来最好的一集。那但很开心，就是大家喜欢，就是我们成绩越来越好，我们自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。这一吻引发戏迷暴动，收视率创新高，钟瑶也向观众喊话，剩下的5集将有更精彩的剧情，粉丝们敬请期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